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绵羊的是那个模特小新，你们好。这个鞋子看上去有点重的样子，就是你穿上走的问题吧，穿上会有那种很重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它很轻。记得那种感觉的。行，那我们再试一下第三双鞋吧。来到这一双了，这一双非常的繁杂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它看上去好可爱。对，那种可爱风。这双鞋就有点难穿了，侧面还是正面都很好看。掉，记得太松了，主要是。好细节，这双鞋子。对。我们去踩泥巴玩吧，走。好，走。小心一点。嗯，你也是。好。哎呦，好难走啊。对呀，它不平，主要是。土还挺软和的。是要拉的吗？晒得挺热。哎呦，小心一点。好，是这里对吧？对，没事，在这里踩一踩，又找到乐趣了。对，哦，这也好深，好好玩，小心一点。要不你先上来吧，感觉好危险。我没事，就当玩吧。我是不敢下去。哇，这泥都崩起来了，挺硬的呢。好有粘性，我感觉快把我鞋拧掉了。哎，感觉刚才磨了些白磨，那又踩了。对呀、啊。这个土直接就比那边的粘脚了，而且还要细软很多，要舒服。它那个水会不会很凉呀？土穿裙子也不会很冷。穿这双鞋吧，好脏哎。咱正好穿这双鞋就不霍霍那双粉的了。你小心一点，感觉挺深的。我也感觉好深，感觉好脏啊。我这从哪下去？从这儿吧。我的鞋又上不来了，哎呦，那么深、啊，这么软，我真怕我下次上不来了。哦，好软啊，感觉陷下去那种感觉，就感觉穿湿了。它这个泥巴在里面会不会很凉呀？很凉，然后我好像拔不下来了，哎呀，小心一点。哦，创作很有那种创新感，就是跟平常人不一样。对，感觉那个鞋子它的创意就挺好的。对，我现在只是担心那个鞋子拿不出来了，但又找不着它了。没事，以后用手捞一下就好了。啊，累死了哦。踩到山顶了。